并向我们的眼睛。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金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全为你爱你帮助，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金。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一起起立，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成果归给坐宝座的主耶稣、慈爱的天父、圣灵保惠师。感谢主，阿罗主，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上帝。感谢主，赞美让你听被兄弟。感谢主，掐贼，请坐下。首先，在我们布道以前，我们要谢谢所有彰化还有中部地区的同工弟兄姐妹。在这个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深深来感谢在我们彰化和台中地区所有在这个筹备大会当中。我们谢谢筹备会的主席、总干事，还有各组的同工弟兄姐妹。感谢筹备大会的主席、总干事以及所有参与这的同工。谢谢诗班有这么美好的诗歌。感谢我们的献歌队。还有招待员，感谢我们所有丢包的招待人员、陪谈员、陪谈的人员，还有所有工作的弟兄姐妹，跟所有在背后的工作的这工作人员。愿上帝赐福各位的爱心跟热心，愿上帝祝福您所付出的贴心。对于今天来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对今天晚上来参加的所有的朋友，我们诚心欢迎您。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请你举手。如果你今天晚上是头一摆，是不是好，请你举手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欢迎你，万欢迎你来参加。布道大会所有的奉献都为了支付布道会的开支。咱布道大会所有奉献是为了咱这届所有的开销。与兄弟个人还有所有筹备会的同工没有关系。所有的拢无归伫任何的个人，嘛无伫归伫事务所加所有的同工。兄弟十五年布道以来，从来没有收过礼金或者是车马费。苏牧师在十五年来，所有的侍奉都没听车马费和所有的谢礼，所有奉献都归入布道的工作，所有的费用老村都是要做推动布道大会的路用，所以兄弟和所有的筹备同工都是义务的工作，所以今天这回所有大会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义务的同工。为了避免新来的朋友有误会，所以我们特地在这里说明，为了要避免咱新来的朋友有误会，所以在这小小的说明。但愿靠主的恩典，我们还能够回到中台湾这里布道。也愿主的听甲怜悯，咱阁有机会阁重新回到这个所在。感谢主，阿罗主。感谢主，阿罗主。感谢主。今天，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请咱来拍开圣经，咱要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开始。四十六节。到了耶利哥。因到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必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几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有一个底买的囝巴底买，伊提麦做去吃。他坐在路旁，坐伫路边。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就嚎叫讲：“代表的阿父的耶稣啊，可怜我！”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有真侪人责备伊，不爱伊，介伊点点。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那时越发声大叫讲：“代表的父的啊，可怜我！”耶稣就站住，耶稣停卡讲：“说叫他过来，叫伊过来。”他们就叫他架那瞎子，就叫伊个车门，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对伊讲：“安心嘛，起来，伊在叫你。”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伊就放下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因你讲：“爱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夫子，我要能看见。”车门甲伊讲：“立破你，我爱得着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心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伊两边看见，直着看见，就伫路边跟随耶稣。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前面就马上直着看见，伊就来跟随耶稣。今天我们要布道的题目是：今天用咱布道大会的题目，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开我的目睭，让我通直着看见。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开我的目睭，让我通看见。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慈爱的天父，主爱天父上帝，圣灵保惠师，圣神保惠师，
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恳求你的圣神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心中的目睭，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耳孔，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得救，让所有人都能得救，没有一位失落，没有一个人失落的。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在距离今天2800多年以前，大概2840年以前，有一个强盛的国家叫做亚兰国，有一个很勇壮的国家叫做亚兰国，他们派遣大军要包围以色列的一个城市叫做多滩，他找到他的军队来包围以色列的一个城市叫做多滩，他们出其不意想把先知以利沙给捉捉起来，他用很特别的方法来围围起来，来包围起来。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伊丽莎的萝卜套炸起来，看到满城满围都是军队，看到城墙的外面拢是军队，他非常慌张，来告诉先知伊丽莎，伊心中真着惊，来甲神的伊丽莎讲：“哎呀，我的主啊，我们怎么办才好呢？”“哎呀，主人啊，咱要安怎呢？”伊丽莎不慌不忙地说。伊丽莎伊无着急，就慢慢啊甲伊讲：“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免着惊，因为甲咱三甲之地比甲因三甲之地更加多。”伊丽莎祷告说：“伊丽莎的祈祷讲，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让他能看见。耶和华，恳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让伊亲眼看见。”上帝就打开他的眼睛，上帝就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他看到满山满野都是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伊就看见所有山岭拢是火车火马来围伫伊丽莎的边啊。因为上帝派天使天君保守他的子民，因为上帝差遣伊天使天君天兵来保护伊保守伊的百姓。今天我们许多人只看环境的表面，今天很多人我们所看到是环境的外表而已，他以为我们的本土没有希望，这种人的时候我们 本国台湾是没有希望的，他只看到负面性的事情，他看到很消极负面的，但是没有看到主耶稣的保守，但是没有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保守，没有看到上帝的赐福，没有看到上帝的祝福，没有看到上帝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没看到上帝已经为台湾为着我们所准备的，因为虽然有的人有眼睛，因为虽然有的人有目睭，但是他属灵的心里没有办法看见，但是他对属灵的生命中间他没得看清楚。科学家曾经做一个实验报告，科学家要这样做一个研究报告说，人往往只愿意看见自己想看的东西，人常常只愿意看见他想要看到的事，如果受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受到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的应用，常常虽然眼睛就在前面，常常目睭虽然在头前看见，在他的目力范围之内，但是你眼睛所看得到的，但是他却看不见，一刻看不到，因为我们的眼睛里面有盲点，因为在我们的眼睛中间有什么种看不到的夹杂，这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圣经上以赛亚告诉我们，因为圣经以赛亚书这样跟我们说，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他说你们听要听见却是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看却没看到却是 没了解。是的，在这奇妙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是在这个奇妙的社会中间，在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是我们的肉体的目睭无法度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不仅我们有看得见的社会，圣经跟我们说，我们不但能看见目睭看到这个社会哪点，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也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属灵的世界。在这个属灵世界里面，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一方面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天父，一方面就是看不到那个天顶创造万面的上帝，还有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有圣神保惠师，三位一体全能的上帝，是三位一体全能的上帝，他在保守一切相信他的人，他要保守所有相信他的人。另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一种黑暗邪恶的势力，另外是一个黑暗的势力，是撒旦魔鬼，是撒旦魔鬼。今天我们看到上帝，今天我们看到上帝，人类，人类，撒旦魔鬼，撒旦魔鬼，有三种势力在我们世界上，有三种的势力在我们人类的社会中间，都在影响我们的历史还人类的社会，在影响我们人类的社会跟我们的历史，不管是发生在我们台湾或全世界，无论是发生在台湾还是全世界，在你的家庭里面或者工作场所中，在你的家庭或者工作的场所，上帝在保守你，上帝要保守你，魔鬼撒旦在破坏引诱你，魔鬼跟撒旦在破坏引诱你，你站在中间，你站在这个中间，你需要做个决定，你需要做一个决定，
今天晚上我们希望在你离开会场以前，今天晚上我们离开这个会场进行做一个最明智的决定，做一个最有智慧的选择。不管你决定站在哪一边，无论你愿意站在对一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但是我需要跟你讲，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有最后大审判。圣经中间明明跟咱讲，人类的最后有一个审判。撒旦魔鬼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最后被丢到火湖里面。撒旦跟魔鬼最后，伊被红气杀在嘞地界的火湖内底。圣经里说，圣经安尼讲，死亡和阴间要被扔到火湖里面。死亡跟阴间被卡在地界的火的湖的内底。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这个火的湖内底，那是人上顶一个第二摆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老人伊的名无记伫天顶的活命册顶关，他就必被扔进火湖里面。伊的结局就是刻伫来内面。是的，那时候上帝的国度才会来临。迄个时阵，上帝国度就要临到。是的，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在那里。这是一个肉体看不见的世界存在伫遐。在那里充满了平安、喜乐和满足。伊个所在就靠平安、喜乐甲满足，是你过去曾经没有找到的，是咱将来唔捌找到的。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因为咱若无真正拄到耶稣，所以今天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所以今日用啊，咱是不是好好来把握这个机会？像巴迪马一样，亲像这个痴迷的巴迪马，他是一个讨饭的瞎子，伊是一个乞丐，在靠近约旦河的旁边。在以色列的约旦河边，有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在那个城市叫做耶利哥。从这个城市往斜坡往上走，对这个这个城市五点关键的所在，就是著名的耶路撒冷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在这个耶利哥的一大清早，在耶利哥城的清早时，巴迪马这个人，他从睡梦中起来。巴迪麦对伊的困眠的中间醒起来，他觉得一天这时钟就像时钟的钟摆一样就开始。伊感觉这个时间就像一个时间的推移，伫迄个所在摇来摇去。他拿着讨饭的碗，伊摕着伊碗，然后拿着他唯一的财产，他的衣服，摕着伊所有的财产就迄领衫。他开始沿途的向别人讨东西吃，一开始就是一路各所在给人分。他走到朝向耶路撒冷的那条路上，伊按着伊个耶路撒冷的路顶行，最后到耶利哥城的城门口坐下来，最后行到这个耶利哥城的城门就坐伫伊个所在，放下他的碗，放落伊碗，他开始说，伊开始伫伊个所在做多做多好事吧，救我这个没有看见的人。啊，恁做好事嘛，来救我这个无路用的人啊！我是看不见的人，我是一个痴迷看袂到的人。一面摇着碗里面的铜钱，伊做伙摇，伊伫相信嘛，摇伫碗内面的金角啊！帮助我这看不见的人过活吧！请你帮助我这个可怜的人，让我通生活。路人从那里经过，过路的人对迄个所在过，有的人不理睬他，有一个人，有真侪人唔差别，有的人好心丢了几个铜钱在他碗里。哇，一挂好心的人就等一挂银角啊，伫迄个内底。有的人开玩笑丢石头进去，甚至有个人就盖滚球，等一挂石头伫迄个碗内面。有的人故意开玩笑，在他眼睛晃晃，看他是不是真的看不见。有人直接做个就伫伊目睭前，安尼手按咧按咧，看起看伊是不是看袂到。甚至还有其他讨饭的人跟他一起竞争，甚至嘛有真侪起来去家咧盖小抢。他们要抢地盘，伊要抢迄个伊所食的地盘。为了生活不择手段，为着你生活用尽所有方法。为了生存下去，你就像这一个人呢、啊？为着这个生活，咱是不是就亲像这个人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巴迪买的人，他的生活到底怎样？咱来看这个生活，这个巴迪买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情景？第一，他很贫穷，他在讨生活。第二，伊非常的受用，伊有着生活的条件。倘若一个人很贫穷，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如果一个人已经受用，可是伊嘛还阁唔知影，这更加可怜。今天我们世界上好像经济很蓬勃，今天我们世界的经济好像就很发达，但是许多专家说这都是泡沫经济，但是有很多经济家跟他们说其实这是一个虚假，因为整个的经济系统在一夜之间可能会全部垮台，因为在我们人类这个经济系统有可能在一晚里过一晚就完全来在破坏去啊！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是咱也无得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不能解决天灾人祸，无得改变这个天灾地变，不能解决世界的战争和人口问题，无得再改变这个战争和人口的问题，不能解决世界的种族问题，无得克服这个种族的问题，整个人类的经济会完全瓦解，咱的人类的经济有可能会受破坏。人可能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人有可能在物质上是受用的，
他的灵里面也可能是贫穷的，相信也有可能他的心灵是松胸的，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说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他有可能也还不知道，他说我没欠什么。好像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里面，就亲像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安尼甲咱讲，复活升天的主对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这样说，跟我九天的主耶稣对当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安尼讲，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虽然讲你是真好呀，发财，什么拢无欠亏，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却不知道你自己实在是一个可怜困苦的人，贫穷瞎眼赤身的，怂恿痴迷是赤身裸体。是的，我们可能表面上我们是一回事，是表面上我们可能生活着的一回事，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表面，我们看到表面，但是上帝看到我们的内心，但是上帝看到我们的内心。今天你坐在那里，上帝看见你，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上帝看到你，你绝对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我们来组织在这个地方。许多人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很多人说我已经富足发财，我没欠过什么，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但是耶稣给他回答说，他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看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送用恰心裸体的吗？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跟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我劝你给我买那个黄金炼过顺转的金，又买白衣穿上，让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买了目睭药让你目睭能看见，又买眼药擦你的眼，叫你能看见，让你能看见。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这样对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若有听见我的声音来叩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要进入你的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要跟你，你要跟我同坐席。是的，你有一个具有各样愿望和嗜好的身体，是你有很多欲望，有很多你的兴趣的这个肉体，这是你能看见的，这是你看得到的，但是你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的灵魂住在你里面，但是要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灵魂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这灵魂的特点就是良心，这个灵魂的一个特质就是良心，是人格，是人格，是记忆，是你的记忆，你的灵魂盼望得到平安跟喜乐，我们的灵魂都不望得到平安跟喜乐。如果你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你是贫穷的。如果咱也无认捌耶稣基督，咱有关系送穷人。因为我们的灵魂来自上帝创造的。因为咱的灵魂是上帝所创造的啊。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灵魂就感到十分的孤单和痛苦。那么上帝的心在咱的内面，咱就是孤单痛苦的人。我们的灵魂永远不能满足。咱的灵魂永远无得得到满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人死后会有灵魂。咱人拢知影，咱死了后有灵魂。也许有的人活到很多岁数，有很多人有多长岁数，但是问你，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请问你，咱对对来，要对对去。我们的灵魂来自上帝，咱的灵魂是对上帝所修饰的。但是许多人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但是有很多人没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所以他离开世界以后，必须到阴间，到地狱去。所以等于离开世间了，他就要去阴间，去地狱的所在。最后必须接受审判，丢到火湖里面。最后在审判的时候，让人等在那个火会湖的湖水里面。你坐在那里，也许你有宗教信仰。咱在坐一个所在，有不同款的宗教信仰。问问你自己，但是问咱自己，你的灵魂真的饱足吗？你的灵魂里面是不是真正饱足？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灵这里，只有上帝能充满。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独独咱的人的心灵，只有上帝能满足伊。你的心灵里面，只有主的爱能够充满你。咱的心灵独独只有主的听才能满足咱。问问你自己，请问你，你真的满足吗？你敢有真正心满意足？真的信仰一定叫你满足？那是真正信仰，的确能让咱得到满足。如果你还有惧怕，如果咱的心中有惊吓，甚至还有悲哀，还有悲哀苦楚，或各样的忧虑。各种的烦恼，这些都不是上帝来的，这都不是上帝所想赐咱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重生得救，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追求那个顶头先，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接受真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的帮助，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独独只有伊会当帮助咱。他在门外叩门，伊在咱的门外来拍门，只要你开门邀请他，只要他拍开心门来邀请伊的人，他就会给你平安、喜乐和满足。伊要将平安、喜乐跟满足放在咱的内面，还要充满你的心灵。伊要充满咱的心灵。你知不知道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贫穷？你敢知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丧穷？兄弟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什么时候到世界真多所在？我到过非洲，到印度，伊去过非洲、印度、哈萨克斯坦、俄国、哈萨克啊、萨克斯斯坦啊。那是一个回教国家，那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俄国、苏联，还有许多偏远的地方，有很多偏远的所在。有的地方
人类有的人他生活一个月的月薪只有台币一千块，有人他的生活一个月所开花开销的只有一千块的台币。我看到许多人住的是稻草搭的房屋，我看过有人住在那个稻草的厝里面，我看到有的人的设备没有自来水，我看过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自来水，他们要到外面去提水洗澡，他们需要水在外面抢水来洗身躯。所以人的悲剧不是贫穷，所以人类实在比较不是送凶，如果我们跟他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富足的人。如果我们跟他们相比，实在我们是太好家太富强。人类最大的悲剧是灵魂来自上帝，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的灵魂对上帝来，但是许多人却拒绝他，但是很多人却拒绝上帝，最后人的灵魂没有办法回家，所以我们的灵魂就没办法回去天顶的家，最后到可怕的火湖去，就进入一个很可怕的火湖里面。我问你，你在哪里？请问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你会在哪里？如果今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去什么地方？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圣经中有讲到一个故事，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亲自证实这件事，耶稣基督亲自来证实这项代志是真的。他说有一个财主，伊讲有一个好家人，他穿着紫袍，伊穿着紫色的衫，还有各样好的细麻布衣服，哦，用真幼稚的迄个布穿伫伊身上。他非常富有，伊非常的好家，天天奢华宴乐，大家吃花宴乐。但是另外有一个讨饭的，相对有另外一个乞丐，他名叫拉撒路，伊的名叫拉撒路。他身上长满了疮，他身躯生了真多烂粒啊！他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伊互人家等伫迄个好家人的厝的外面，就吃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伊会当食迄个好家人对桌顶落落迄个饼油啊！狗也来舔他的这个疮，可能甲连狗嘛来舔伊的烂粒啊！后来呢，讨饭的拉撒路死了，后来这个乞丐拉撒路死啊！天使就把他的灵魂带到亚伯拉罕那里。天使就带伊到伊祖先阿伯拉罕的身边，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带到伊祖先阿伯拉罕的怀抱。财主也死了，相信伊的好家人嘛死，而且埋葬了，也带，但是却在阴间受痛苦，总是伊的灵魂是靠阴间地狱的所在。他远远的举目看到亚伯拉罕。伊伫阴间的所在，狠狠看到天顶的阿伯拉罕，又看到拉撒路在他怀里，伊阁看到伊个乞丐拉撒路伫阿伯拉罕的身边，他就喊着说，伊就喊话讲，我的主啊，亚伯拉罕呐、啊，我的祖先啊，阿伯拉罕，可怜我吧，怜悯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在我舌头上，切开你的拉撒路，用伊将他温水来滴滴我的记忆顶关，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面极其痛苦，哦，因为我伫这个火中间极其的痛苦。耶稣基督说，耶稣在那个时候，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若赚到全世界来丧失你的生命有什么路用呢？你还能够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我们会用什么来换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有全台湾所有的资产，如果我们得到全台湾的这些财产，但是你却没有生命，确实无真正活命的事。你没有主耶稣基督，咱也无主耶稣基督。你空空的来到这世界上，你空空来到这个世间，也会空空的走。你也嘛要空空离开这个世间。你不能带走任何一毛钱，咱无都带着无物件离开。有一个人，他立下遗嘱，有一个人写遗作迄个遗书，他要求他的律师，三位律师，要求三位律师，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放到他的棺材里面，将所有财产放伫棺材内底。他说他要带走所有的财产资产，他要将他所有都带走。结果他离开了世界，结果当他离开世间，他的律师最后开会决定，他的律师开会决定，就每个人写一张支票送到他的棺材里面，大家人都写一张支票落在他的棺材里面，所以一点用处都没有，什么路用也没，因为那支票是不能够兑现的，没人能拿去领，所以你不能够带走任何的钱财走，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带走你的所有财产。你问你自己，你问我们你自己，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如果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也许你有好的收入，检查我们有很好的收入，你有身份有地位，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你在上帝面前却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送用的事，就是今天你必须接受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活命的米牛，到我这里来的必不定不饿，来到我的地方你就的确不会枵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相信我的人就永远不会干。第二，第二，巴底买他看不见，因为他是一个瞎子，这个巴底买看不到，因为他是痴迷的，他看不见美丽，也看不见丑陋。伊看袂到什么是水，什么是歹。他看不见真实，也看不见虚假。伊无法度看到真诶还是假。
可能你的眼睛是好的，检查咱的目睭是好的，但是你心里面的心灵的眼睛却是盲目的。但是咱的心灵的目睭那是清明的。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得罪了上帝，自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得罪上帝了，他们背叛了上帝，因离开上帝背叛伊，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那神的果是上帝讲不能吃的。从此罪像毒素一样进到所有的人类子孙，对那个时候就亲像一个毒素击败人类所有的子子孙孙，人类就开始要死亡，人类对那个时候开始就要死，所有的人都被罪毒素所污染了，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罪的毒素污染了。是的，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当我们祖先吃了这个神的果的时，今天我们有各样的知识，我们有各种的知识，你按电钮的你的开关，咱起那个开关的那个按钮的时，所有的网络各样的知识会爆炸出来，在那个网络的顶端，所有的知识都造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智慧，但是咱敢有真正智慧嘞？无啊，我们没有真理，咱无真理，我们没有生命，咱无生命。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大家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被罪污染了，咱好像罪污染了，乃至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不见。来。地搞咱的心来看未清楚。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说，圣经中间保罗安尼甲咱讲，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属血气的人无多辨别圣神的代志，反倒以为愚拙，反倒当掠准那是愚公的事，并且不能知道，伊而且无多了解怎样，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因为这种的代志，独独属灵的人才会明白。是的，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被罪的帕子蒙蔽了。是在咱的罪的里面，那个夹在咱头前的皮，砸在咱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智思考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咱不用理智跟思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理智思考方式都已经被罪污染了。因为咱的理智思考的方式已经有罪给咱污染。所以，今天你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所以，今天咱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位瞎子巴迪买一样，亲像这个痴迷的巴迪买，他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咱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凭着圣灵的力量，用圣神的溃烂来到耶面前，上帝才会把我们心灵里面的帕子挪开，上帝就要将咱头前的皮给脱掉，我们才能够看见，咱才能看清楚。许多人以为一切宗教都是一样的，所以人感觉各种宗教都一样，这是错误的，这不对啊，因为人为的宗教是观察到许多事情，因为人为的宗教，人为的宗教是一个看到表面的，人想要去寻找上帝，人想要去对找求这个天顶的上帝，看到大自然的一些定律，看到主人的这些论，然后看到我们自己的良心，看到我们自己的良心，发现上帝所创造的一些证据，就发现一挂证据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这一切都不完全，但是这不够完全，因为这是人为的宗教，因为这是人为所做出来的宗教。人像瞎子一样，没有办法摸着整个的全貌，就亲像咱咧讲的痴迷的人，要安怎蒙住这像呢？所以只有上帝来找人才有用，都只有等上帝来找咱的时阵，这才完全。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降世为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来到世间，像耶稣基督这么世间人。主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上帝，他为了拯救世人，为了拯救世间人，因为我们犯了罪，因为咱的罪，我们都要死，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上帝从天而降，所以上帝对天来降临，他圣灵感孕而怀胎，通过圣神来出世啊，耶稣出世的玛利亚在圣路心中，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圣路玛利亚心中来降生，他完全没有任何罪，无任何的罪，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为着咱的罪，伊受钉的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等于是在十字架顶冠的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伊讲天父啊，下辈人因伊所做的，因唔知。他就是为我们来祷告，伊要过来为咱祈祷。当你相信他的时候，当你相信的时，我们一切的罪过失错误完全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罪就亲像安尼高低是被给钉在了顶冠。圣经上说，圣经安尼讲，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是天父上帝所发出的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上帝本身的真正的形象。
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来托住所有的万民。他洗净人的罪，他要洗清所有人类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主耶稣要坐在至高上帝的正边，只有他有能力，独独主耶稣有能力，只有他有资格，独独有资格将天父上帝的真理告诉我们，会当将天父上帝真理跟咱讲，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让咱属灵的目睭会当看见。就像好像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的，其实圣经这样跟我们说，耶稣基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耶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和天父上帝还有圣灵保惠师同享荣耀，他跟天父和圣神同在天顶享受那个荣光。所以我们敬拜的是三位一体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敬拜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使徒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这样说，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为愚拙的，在灭亡的人，他的眼睛看起来是戆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总是在那受得救的人，他的眼睛看是上帝的大权能。你在那里，你可能这样想，检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在想，我的罪怎么会因为一个人而完全被赦免呢？我的罪才有可能，因为一个人我就在完全的下面。你想想看，你想嘛，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而将这罪流传到所有子孙来，这个罪对祖先阿东一直流到万世代，走到孙孙。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所以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咱每当该伊当的四个话，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咱来让对罪中间受下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安尼讲，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等阿东跟众人拢死。照样在基督耶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照样呢众人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过往，靠着十字架，我靠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将撒旦魔鬼的权柄全部夺回来，主耶稣要对撒旦的权柄的手中给夺回来，让我们和天父上帝和好，让我们跟上帝和好。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必须接受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受钉在十字架顶端的时候，他爱你，伊疼你，他爱你，伊疼你。他说他要赦免我们每一个人。伊讲伊要赦免咱所有的人。当你相信他的时候，既然咱相信的时，他今天晚上要完全原谅你。今天夜晚就要完全来赦免咱。圣经上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圣经讲，咱的罪亲像火遐尼红，总是要因为伊的赦免，洗白亲像洗。所以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虽然是红光光，但是要白。这是为什么你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他？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他？因为上帝把一切的能力都藏在信心里面，因为上帝将所有能力是放在信心的顶端，他想要富足，他想要好业，但是他无能为力，但是无能为力，可能就像你一样，就亲像你跟我，你坐在那里，咱坐在这个所在，你的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各样的压力，咱的生活的压力、经济压力、各种的压力，你充满了忧虑或挫折，充满欢乐和挫折，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到耶稣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找耶稣。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耶稣说，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让你得到安息。今天有许多年轻人，今天就有很多少年人，他像我们诗班队一样唱的怀疑，因为亲像在诗班唱一条诗歌叫做怀疑，因为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因为咱不知道咱对对来要对对去，你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种人的生活无目标无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理由啊。我们两旁有经文，在咱的身边有圣经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通过我，我就不能到天父上帝的所在。耶稣是道路，耶稣就是道路，他指引你的方向，耶稣要引出你头前的方向，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真理，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说真理要让人得到自由，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说跟我在你，我活命在你，我既然相信我的人就靠要跟我。今天当你接受主，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他要给你永恒的生命，他要让我们一个永远的活命。另外我们有的人坐在那里，另外有人坐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家里或者是
婚姻破裂，你感觉你的家庭、你的婚姻是破碎的，你发现你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各样的问题，你感觉婚姻跟家庭生活充满最多困难跟问题，你需要来到耶稣面前，你需要耶稣来到耶面前，你看我们这个十字架，请看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好像一个加号一样，这个十字架亲像数学的一个加加，耶稣基督要把恩典慈爱加给你，他说我要加添稳定在你的心中，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主要说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让人得到活命而且是丰盛的活命，不管今天你的情况在任何地步，无论我们的情境怎样，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耶稣说我来要你得到活命是丰盛的活命，还有人沉迷在罪恶之中，有很多人沉沦在罪恶的里面，或者是情欲里面、暴力里面，在他的欲望、在暴力的中间，有的人想自杀，有很多人想要自杀，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说，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说，他说文明越高的地方自杀率也越高，他说越文明化的地方自杀的比率越高，你千万不可以自杀，亲爱的朋友，不能自杀，因为你自杀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们自杀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当你了结你生命的时候，当我们用手结束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灵魂还在那里，我们的灵魂要在那个地方，你的灵魂要丢到阴间，这个灵魂反倒会去阴间，最后在大审判的时候丢到火湖里面，在那个大审判时丢到火的里面，你自杀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自杀完全没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接受耶稣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就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基督今天要帮助你们，耶稣要帮助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一个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的代志拢要过去，才安全，才做新的。就好像录影机的底片一样，就亲像迄个录影机的底片。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耶稣要把所有的底片抽掉。耶稣要将迄个录影带、迄个底片摕掉。从今天开始，对今天就开始要装上新的底片，也要用一块完全新的底片压片在你里面，你的人生要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要对头开始，好像我们的谚语一样，就亲像柳暗花明又一村，就亲像一个古早话讲，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没有绝，好像绝路了，亲像咱走无路的时，但是今天你接受耶稣，但是当咱接受耶稣，耶稣要帮助你翻过这个山，耶稣要带你翻过山岭，要带领你一生的道路，引带你一生的道路，所以你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所以咱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看我们社会上许多人行为有毛病，所以咱真侪伫这个社会中间行为有问题的人，实际上根本的问题在我们的心理上出了毛病，实在根本的问题是发生在咱的心，在我们的本性上出了问题，在我们的本性的里面有病，因为上帝说，所以上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的心比万物更加诡诈，坏到极处，极坏，谁能试透呢？什么人会当看透那个坏？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就对耶和华我是看人的心肠腹内的，要照个人所行的，要照个人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来报应他，跟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来报应他，不管你做的任何事情，无论咱做什么样的代志，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一天咱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虽然别人看不见的事情，虽然别人看不到咱所做的，但是你自己的良心都知道，但是你的良心知道，你需要来到耶稣面前，你需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需要走出来，你需要走出来，从罪恶中走出来，对恶暗罪恶中走出来，不要让罪恶像毒沟一样使你越陷越深，不能让那个罪恶你生活在你的里面越沉越深，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宗教可以帮助你，没有任何人跟任何宗教信仰会当帮助你，你今天就可以来到耶稣面前，今天你有机会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的，巴迪买他想他一生注定要这样子，是这个巴迪买他感觉他一生注定就是注定就是要这样，他注定要看不见，他注定就是一个痴迷，他注定要讨生活，他出事就是要做乞丐，他注定没有任何的能力，他注定就是吃着无能力的人，他没有梦想有一天他会改变他的命运，他我都没有梦想说他将来能改变他的命运，他就像你一样，刚才亲像我们，你坐在那里，坐在这个地方是，你说我试过这个宗教，我们要说，现在我已经试真多宗教，试过那个方法，试过那个方法，我拜过那个，我拜这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千万不可以拜偶像，但圣经有跟我们说，不能拜偶像，
因为这偶像是人手所做的，因为这个偶像是人的手所雕刻的。人手做的偶像怎么可以帮助做他的这个人呢？你想我们的手所雕刻的偶像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呢？你的理智你的思考都知道，你的理性你的思考你都知道这样的事。圣经里面上帝颁布的十诫，在圣经中间上帝有十条诫的命令。第二诫上帝就说，第二条诫的命令这样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不能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这些像，不能跪拜这些偶像，也不可侍奉这些像，不能侍奉他。因为当你拜偶像的时候，因为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实际上偶像本身没有能力，实际上这个偶像是没力量的，而是撒旦魔鬼装在后面在做一些问题。那是在那个背后的撒旦魔鬼，他通过那个的罪工。所以你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所以需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像巴迪买一样，像巴迪买，他试过各种方法，他试过最多方法。你说我试过心理学，我试过心理学，我试过各种的方法都没用，我相信各种的方法，但是我找不到满足，但是我找不到那个满足的喜乐。你说我几乎要放弃掉，我要放弃我的人生。我们的心灵深处就像巴迪买一样，我们的心灵的所在就亲像这个乞丐巴迪买，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就像巴迪买说，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就亲像这个乞丐，他大声地叫说，上帝啊，你在什么所在？那天早上，那个清早的时候，巴迪买坐在那里，巴迪买坐在那个所在，他讨生活，他在那里奔，他眼睛看不见，他眼睛看不见，他无能为力，他无能为力，他失去任何的希望，他没有什么希望。他突然听到远方有一群人来，他忽然听到有人走过来，有人说话，有人欢呼，有人说话，有人在那喊话，就好像我们敬拜队的赞美神的声音，就亲像我们敬拜赞美者的声音。谁来了？他说，谁来了？起来啊！没有人回答，但是没人回答他。他又说，谁来了？他说，什么人来啊？还是没有人回答，我希望没人给他回答。当群众越来越近的时候，等这人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终于抓住一个人的衣角，他就抓到一个人的衫机说，是谁来了？是什么人呢？那个人回答他，那个人给他回答说，是拿撒勒的耶稣，他来到这里。是那个拿撒勒的人耶稣，他今天就来到这个所在。拿撒勒的耶稣，我听过啊，我还没听过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呢。也许你小的时候到过教会，检查你小孩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没去过教会，或者你的亲人中间有的人相信耶稣，检查你的亲人中间没人信耶稣。你知道这位耶稣跟别的不一样，你敢知道这个耶稣是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他可以保守你，帮助你，他可以保守帮助我们。你不知道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有多么重要，你敢知道你如果说耶稣的事情是何等的重要吗？若不是那个人告诉巴迪买耶稣经过，他不可能知道。那不是身边的人跟巴迪买说是耶稣，巴迪买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一句话有多么重要，你敢知道有时我们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呢？如果你诚心的邀请人来传福音，如果你来诚心来邀请人给他传福音的时，你邀请人到教会或布道会来，你邀请人去教会参加布道会，虽然有的人会拒绝，检查有人会给你拒绝，但是你已经撒了福音的种子到他心田里面，但是你已经将一条福音的种子来放在他的心里，上帝会照顾他，上帝会照顾这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别人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跟人说耶稣的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许多人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人他没耶稣，他们像巴迪买一样，他们就像巴迪买，在你的邻居，在他的厝边，或在办公室里面，在办公室的里面，他们都很像巴迪买一样没有希望，他们就像这个巴迪买，他们的人生没希望，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经过他们，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经过他们的身边。在十一年以前，在十一年前，当我们在台北举办布道会的时候，当我们在台北举办布道大会的时候，有一位姓林的老弟兄，有一个姓林的这个兄弟，他第一天决志归主，他头一日决志来信耶稣，第二天带着他的女儿来决志归主，第二天带着他的女儿来，第三天第四天带着他全家都来归主，第三天第四天带他全家的人都来参加，他非常喜乐，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欢喜，兴奋快乐。我还记得他的样子，我也会记得他的形象。后来布道会结束以后，后来布道大会结束了，只有一个礼拜，一礼拜了。他有一天忽然心脏病触发，忽然心脏病发作，他离开了世界，他离开世间，他是笑着离开的，他是带着满足的笑容来离开世间。他的妻子做见证说，他非常喜乐。也有人然后来讲，这个当时他的丈夫是带着喜乐，他可能遇见了耶稣，可能看到主回来接他的。检查是已经在最后的时间看到主耶稣来接伊回去。他不知道他要离开世界，伊唔知伊家己要离开世间。但是就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看到他全家归主。
但是在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伊真放心，因为伊看到伊全家信耶稣。耶稣基督经过耶利哥，耶稣经过耶利哥城，他经过那里，伊经过迄个所在，他今天也经过我们这里，伊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经过这个所在。当耶稣基督经过那里的时候，当耶稣经过迄个所在时，巴蒂玛坐在那里，巴蒂玛困伫迄个所在，他说：“我可以等一下。”伊讲：“我让等你，我等到宗教的人告诉我，我才要做什么事情。”我听到靠有地位的迄个宗教领导者来跟我讲，到底什么代志？他可以说：“现在人这么多，我可以等一下，再过一会再说吧。”伊当提示讲：“等一下，今日来这个时阵人遐尼济，我较等嘞。”他可以说算了吧，耶稣基督可能不会理我这样的穷要饭的。伊安尼想讲啊，无路用啊，因为耶稣未插我这个乞丐啊。但是他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机会。但是不是，伊伫迄个时阵讲，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机会。他用尽全身的力量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伊用稍微亏了底下大声话讲：“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停下来。圣经安尼讲，迄个时阵耶稣就停落来。耶稣基督今天要为你停下来，朋友，耶稣在今天仍然要为着咱来停下来。你想想看，耶稣基督现在前往耶路撒冷，你想这个耶稣这个时候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钉十字架，他是要去在十字架顶上来牺牲他的生命。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经过耶利哥，这是他最后一次经过这个城耶利哥，甚至耶稣基督快走远了，是耶稣用要抓走离开这个地方啊。巴蒂买他抓到他一生最重要最后一次的机会，但是巴蒂麦抓到一生最后一个机会，大声喊话讲。当他说：“耶稣可怜我吧。”耶稣啊，你可怜我。耶稣就站住。耶稣就站了。今天晚上，当你呼叫耶稣，耶稣也要站住。今天当阴暗，咱在这个所在呼叫主的时，伊就要站在咱的中间。他要来听你，伊要听咱的祈祷。不管你的生活是任何情况，无论咱生活在什么种的艰苦的内底，再没有任何的希望，无一门望的时。不管你的罪恶有多重，无论咱的心的罪偌重，连在黑暗中，你的良心都不原谅，甚至在黑暗的中间，咱的良心也无多原谅咱家己，连你的亲戚朋友都拒绝你，连咱的亲戚朋友也无爱插咱。但是耶稣基督要停下来赦免你，帮助你。但是耶稣今天要停下来赦免咱，帮助咱。今天你接受他，今天用咱来接受伊的死，你就生命就开始改变，咱的生命要改变，就像巴蒂买一样，就亲像巴蒂买。当巴蒂买在大叫的时候，当巴蒂买大声喊话的时，另外几个讨饭的说：“闭嘴吧！”有真侪啊，乞丐改讲点点啦。他怎么会理你这个穷要饭的？伊未插咱家乞丐，未插你啦。另外还有许多人责备他，有侪侪人改责备，就好像撒旦魔鬼一样，就是撒旦魔鬼。你也许有宗教的信仰，检查咱有宗教信仰。你也许过去不相信上帝，检查咱过去无相信上帝。当你想要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咱要来到上帝面前的时，许多人说你不要去信。哦，真侪人讲啊，卖去相信嘿。或者说闭嘴吧。啊，点点莫讲。但是耶稣基督他站住。但是耶稣要为咱停落来，徛在咱的中间。越是不许他作声。如是该作动，他越是大声喊着，巴利麦如大声地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嘛。当你要呼叫耶稣的时候，耶稣要今天晚上听见你。当咱呼叫主耶稣的时，耶稣在今天仍然要听咱的祷告。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赦免咱的罪。他知道你的一切，伊知影咱所有的一切。他知道你和你家人感情不和睦，伊知影咱甲咱的亲人无和好。他知道你心中的欲念，伊知咱心中的欲望。他知道你假冒为善，伊知咱是假好的人。他知道你的自私自我，伊知咱有可能是自私自我的人。他知道你的骄傲，伊知咱心中的骄傲。他知道你的坏习惯，伊知咱做做坏习惯。他知道你心里的冲突和征战，伊知咱心内冲突和征战。但是他今天要赦免你，但是今天仍然要赦免咱。就是为什么他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为咱钉在十字架顶上。圣经上说，上帝就是爱。圣经跟咱讲，上帝就是疼。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世间人，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既那相信伊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倒要得到永远活命。今天晚上，不管你是谁，耶稣要听你。今天仍然无论咱是甚么人，耶稣要听咱的祈祷。耶稣站住说：“叫他过来。”耶稣停落的时阵，伊讲：“叫伊过来。”许多人不相信，最人无相信。他们就呼叫巴蒂买，伊就叫巴蒂买讲，
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放心嘛，伊咧叫你啊。连巴尼买他自己都不相信。连巴尼买嘛唔敢相信。他马上丢掉他自己的外衣。伊马上脱了伊的衫。也许是他的宗教的外衣。也是检查就是一个会当讲上顶伊宗教信仰的衫。也许是他的财产。检查就是伊的财产。是任何拦阻他到上帝面前的。任何会阻挡伊来领受这种祝福的。甚至他把所有的碗也丢掉了。甚至将伊碗弹掉。他所有工作的器具他全丢掉。将伊工作偷谈的遐器具。他就单单的来到主耶稣面前，独独走进前找耶稣，在那里，第一个所在，这个又贫穷，个怂恿，又看不见，个痴迷，又没有能力的巴蒂麦，诶，巴蒂麦，他面对的上帝，伊面对的上帝，面对的他的救主耶稣，伊面对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你跟我一样，就亲像你甲我，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当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真的好像贫穷的，咱就亲像怂恿人。我们真的好像看不见，然后进入跨北掉痴迷，我们也无能为力，咱无能为力。我们面对主耶稣，但是咱要面对主耶稣。当他来到耶稣面前，当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问伊讲：“爱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上帝，耶稣是全能的上帝，他当然知道巴蒂买要什么，伊当然知道巴蒂买需要什么。但是他故意这样问，但是他刁工问他说，他是问巴蒂买，你愿不愿意改变？他是在问巴蒂买说，你有机会要改变吗？你是不是愿意从一个贫穷瞎眼赤身的从中间走出来？你感觉你对一个怂恿痴迷的赤身裸体的人来走出来，你真的愿意打开你心中的眼睛能看见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的眼睛来看吗？你真的愿意从那自卑那种忧虑中走出来吗？你管你对那自卑感、那忧虑的中间、烦恼的中间走出来吗？你真的愿意从那自怜的状况中出来吗？可能你自己的坚固的中间走出来。巴蒂玛回答，巴蒂玛对伊回答讲：“夫子，我的主，我要能看见。”你讲老师啊，我想要看到。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就救了你。”耶稣该讲去啊，因为你的信心救到你。瞎子立刻看见了，这个痴迷两边就看到，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伊就马上跟随耶稣。当你相信的时候，等你来相信的时，你马上就改变了。你就要马上改变你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人遇见耶稣。在圣经中间有讲到最最拄到耶稣的人，他们并不是事先有计划这样做，他们是事先有计划。就像你一样，就亲像咱。世界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世间无一个偶然的代志。许多人在为你祷告，真侪人已经真早的为咱祈祷。这可能是你一生最后一次决志的机会。今仔日有可能是咱一生中间最后一届机会来做选择。有的人说，我要等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再悔改。有真侪人讲，哦，我等到世界末日才来做决定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请问你，请你爱知影怎样代志？如果今天晚上你离开世界，如果不幸的中间，今仔咱离开世间呢？对你而言，就是世界的末了。对咱来讲，这就是世间的落尾。这可能是你一生最重要一次悔改。这就是咱一生中间可能是最后一个选择。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你敢愿意接受耶稣？你愿意重生得救吗？你愿意重新重头生吗？问你自己，问你自己，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当你离开世间的时候，你会到哪里去？你要去什么所在？你有重生的证据吗？你敢有一个证据说你一定会当重头生？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跟咱讲，你就信耶稣，你跟你全家就会受拯救。第一天我们说到八福，第一暗咱们讲到八福气。昨天我们说到家庭的幸福，昨天我们说到家庭的幸福，今天说到你个人的幸福，今天我们所说的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幸福。如果我们要我们全家团圆，如果我们要我们全家团圆，团圆做会，团圆做会，我们就必须相信耶稣，我们就需要相信耶稣，让我们的家人永远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可以永远亲人做会。只要有一位没有接受耶稣，只要我们的亲人中间有一个人要接受耶稣，那一位会永远跟我们分离，那个人很遗憾可能跟我们完全隔断。你问你自己，你问你自己，你愿意永远跟你家里来团圆吗？你感觉你敢意爱跟你的亲人来组织永远到底？你愿意你的眼睛能看见吗？你敢买你的眼睛会当看见？我相信你愿意。我相信咱拢愿意。你说我怎么得救呢？但是你会问讲，那安尼我要安怎才能得救？很简单，真简单。第一，你愿意悔改？你愿意改变悔改？悔改就是愿意转变你的方向。悔改就是改变咱的方向。悔改就是求告耶稣，就是我倒转来求求耶稣。好像我们的经文一样，就亲像咱这个大会布条。凡求告耶稣基督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就要得救。像巴蒂买一样，就亲像巴蒂买，他叫做耶稣啊，就亲像巴蒂买说，耶稣啊耶稣啊，可怜我。第二，第二，你必须相信他，你需要相信
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照着信心来相信伊，就好像巴底买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就亲像这个巴底买照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伊讲，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心拯救了你。第三，你愿意公开的承认他，跟随他，你要公开来承认伊，对伊，就好像巴底买看见了，就亲像这个巴底买看见了，他就跟随耶稣，伊就来对耶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跟咱讲，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既然在众人的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在天上的天父上帝面前也不爱承认你。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既然在人的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我在天上天父上帝面前也不承认你。你说为什么我要来到台前呢？这就是你问你自己说，你为什么需要来到台前？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都是公开的呼召，因为在圣经中间耶稣所呼召的都是公开的邀请，你需要来到前面，我们需要来到头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今天夜晚，他就能让你属灵的眼睛能看见，他要让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他要让你的心里充满了富足，他要让我们心中富足，他要给你能力，他要让我们能力。因为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当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时，他死了葬了，他死埋葬，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第三天他对死人中说，他在升天以前，等于九天进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收束给我。当你今天接受耶稣的时候，今天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他要给你权柄，他要将这个权柄给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经跟我们说，凡信他名的人，凡相信伊的人，就是接待他的名的人，就是接待伊的人，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要收束这个权柄给他做天顶上帝的子。今天晚上，今天啊，当你接受耶稣，你就有上帝儿女的权柄。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天父上帝的子女跟女儿，你就可以对撒旦魔鬼说，我们就可以对那个黑暗的关系撒旦说，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撒旦魔鬼邪灵退去，撒旦魔鬼离开，那些邪灵黑暗的势力必须退去，那个黑暗的关系的确会离开，那些邪灵黑暗的势力再也不能伤害你，那个黑暗的关系撒旦的作为无搁再会当伤害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奉主的名，对今天夜晚开始，咱当奉主耶稣的名，他给你能力，给咱能力，他赐给你智慧，伊要收束咱智慧。虽然我们生活上有困难，检查咱的生活有困难，耶稣要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上帝要让我们智慧去解决咱生活的问题，他使你看得见，伊要让你看见，他使你富足，也要你富足，他给你能力，要让我们快乐，他要跟你一同回家，他要跟我们倒回去在我们的生活和家庭的里面，一同上班，做伙在工作的中间来上班，一同上学，做伙去学校，他要做你随时的帮助，他要做我们及时的帮助。你问你自己，请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你敢不愿意接受耶稣？今天晚上耶稣基督经过这里，在今天夜晚当耶稣经过这个所在的时，今天晚上耶稣基督经过中台湾，今天晚上耶稣经过我们台湾的中部，他经过你的家门，他经过你的家庭的门口，这可能是你一生最重要一次决志相信主的机会，这有可能是你一生中间最后一次做决志的机会。我们祷告所有听见这信息的都能够决志归向耶稣，我们祈祷在今天晚上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都能决志来接受耶稣，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在上帝宝座那里团圆作会，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上帝施恩宝座在那个所在的道顶团圆，我们都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恩望，在那里，在那个所在，上帝要擦干你的眼泪，上帝要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因为在那里不再有悲哀，因为在那个所在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死亡，因为一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因为旧的事情都没过去，一切要重新开始，一切要重新开始，像巴底买一样，就亲像巴底买那天早上，那个早上他求告主名，当他求求主的名的时，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他的命运就改变，他跟随着主耶稣，他跟随着耶稣，他开始富足起来，他开始富足，他看得见，他看得到，他有能力，有能力。你今天晚上接受主，今天夜晚你若接受耶稣，也要照样一样，你也要照样来得到，有能力，有能力，能看得见，能看见，而且富足，富足。我们请一起祷告，让这位来祈祷，今天圣灵在对你说话，今天夜晚圣灵要对你说话，你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你知道你需要耶稣，耶稣基督经过这里，耶稣经过这个所在，你需要求告他的名，你需要求求他的名。若是你今天愿意接受他，请你举手，如果你在今天夜晚愿意接受他，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请你举手，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
等一下我们要邀请你来到前面来。等一下我要邀请你来到头前。不管你有没有举手，无论你有举手无，你都知道你需要耶稣，因为你都知道你需要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今天要跟你一同回家，因为耶稣在今天夜晚要跟你做伙回你的家，他要帮助你，他要帮助你。我们在座中间，在座如果你愿意更新的，请你举手。如果你若愿意你的生命更新改变的人，请你举手。请放下，请你放下。等一下也请你到前面来。等一下嘛，请你来到头前。我们在座中间，在座的中间。如果你愿意献身给主使用，如果你若愿意决志献你的一生给上帝来用，请你举手，请你举手。像那个位告诉巴迪买的那个人，就亲像那个跟巴迪买讲话那个人，他说耶稣经过这里。伊家潘尼麦讲，耶稣今仔日经过这个所在，请你放下来，请你放落来，你也可以到前面来，你买单来掏钱，因为我们的民族需要主耶稣，因为咱的民族需要耶稣。今天是布道会最后一天晚上，今天夜晚布道会是最后一晚。如果你愿意来到前面来，如果你若愿意来到头前，你必须到前面来，你需要来到头前，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当诗班唱求告主名的时候，等咱的诗班的吟诗求告主的名，这条诗歌的心，就请你来到前面，请你来到头前。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也许你会从那边到这边来，检查你的对头前一边走过来，你要从两边过来，你都要对上边的楼梯，这至少需要五分钟，你需要差不多五分钟。我们等你，我不要听候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在什么所在，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愿意决志归主，如果今天夜晚你的家庭亲人想要决志，或者你带的亲戚朋友愿意归主，或者你所引出来的朋友，你都可以带他们过来，你也当陪伴引出来来到头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无得消灭你心中的感动。我们要跟你一同祷告，我要跟你祈祷，我们要一起来帮助你，咱我要帮助你，我们等你，我要听候你。在我们右手边，在左手边，这边是左手边，决志信耶稣，是决志头一摆要信耶稣的人，这边是更新。在咱的左手边，是你决定你的生命要改变的更新的人，是不是还有献身的，在这个所在中间。家中的就是你管理中的一生很多上帝的人，我们等你，我要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请你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到前面，请你带你的亲人朋友来头前。主耶稣基督今天经过彰化，耶稣今天经过我们彰化，主耶稣基督经过你的家门，耶稣经过你的家，你的门口，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求告主的名就要得救。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头前，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耶稣听你，请你来头前，我来听候你。其他的朋友先不离开会场，亲爱的朋友，其他的朋友，请你慢点离开咱的会场。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咱要作为基督，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我们等你。我的听候你，在中间是献身，你家中是一个你愿意献你生命上帝的人，是决志，在左边是更新，在这边是你头一摆要信耶稣的人，在左手边就是你愿意你的生命得到改变的人。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我们等你。我的听候你，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愿意决志相信耶稣，请你到前面。你今天愿意决志信耶稣的人，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我们等你。我的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在这边是头一摆信耶稣的，在这边是你唔忙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当得到改变的。我们等你。在中就是你要献你家己给上帝使用。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求告主的名，你的生命要改变。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来告诉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今天你的亲戚朋友决志相信主，请带到他前面。如果今天你的亲人朋友决志信主，今天起来求告主。你陪伴伊来到头前，求求主的名。今天起来求告主。这个时阵就来求求主的名。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
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让你的生活改变，让你的生活改变，让你的命运改变，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请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知道你，耶稣要拯救你，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着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帮助你，他要帮助你，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今天愿意决志，如果你的亲男朋友今天仍然要决志，请你带他到前面来，请你带他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他爱你，耶稣听你，他知道你的一切，耶稣听你，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头前，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他要给你家庭的幸福，他要将幸福的家庭收束给你，给你个人的幸福，他要给你个人的幸福，也给我们社会的幸福，他要给你，给咱的社会幸福，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钉伫十字架顶关，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到前面来，我们等你，请你来到头前，我来听候你，后面的弟兄姐妹往前面走，你后面的兄弟姊妹，请你来到头前，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要只是听到而没有得到主的恩典。人敢那听着无得着，我们等你。听着无得着，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你可以带领你全家归向耶稣。伊要带领恁全家来归向伊的救恩。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今天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叫主的名，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往前面走，请恁五头前徛，请往前面走，头一摆过节的朋友，请恁五头前来徛，弟兄姐妹，请往前面走，姐妹五头前来。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我们等你，我来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请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不管你在哪里，耶稣爱你，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听你，尽快到前面来，请你来到头前，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我们等你，我们听候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感谢主，赞美主，俄罗斯感谢主，
当你来到主面前，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诗歌队一样，你就会成就这的诗班。感谢主，感谢主，充满喜乐，感谢主。你到前面来，感谢主，来到头前。我们等你，我的听候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来讲，当一个人悔改归主，老几的人悔改信主，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乐。天上的天使们无一欢喜。请你到前面来，请你来头前。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他说要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快乐。圣经跟咱讲，就因为咱的名记在天上来欢喜。我们等你，听好你。主耶稣爱你。亲爱的朋友，耶稣听你。我们等你，我的听好你。来到台前的弟兄姐妹，来到台前的，我们等你，耶稣听你。当诗歌队唱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饮了后，咱就要开始来祈祷。还有没有弟兄姐妹？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主耶稣爱你，耶稣听你。我们现在要来祷告，我们这时要当心来祈祷。祷告是对上帝说话，祈祷就是对上帝说话。上帝是灵，心灵的灵，上帝是神，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敬拜他的人就用心神用诚实。当你真心的祷告到主面前，当你真心的祈祷，我们的祷告就到父神那里，我们的祈祷就要探到天父上帝的身边。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这时我们要当心来祈祷。你听到基督徒祷告完会说阿们，你听过基督徒祈祷了后有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是亚兰文，阿们就是一个亚兰文，意思是实实在在就是这样，也意思是实实在在是这样，诚如所愿，诚心所愿。所以你说是的意思跟阿们一样，所以你都说是的时就是跟说阿们。最重要从你心灵里面对上帝说，最重要是对你的心来对上帝说阿们。你回去以后，你回去了后，也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直接求告他的名，直接对他说话求他的名，不必须要什么特别的形式，不用有任何方式，不要紧，这从心里面对上帝说话，是对你心来对上帝说话。最重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最重要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回去以后可以参加教会，你回去了后，你可以找你厝边的教会，你可以问问带你来的亲戚朋友，你可以问他叫你来的朋友，他会帮助你，他会帮助你。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等一下我们要做来祈祷，请跟着兄弟来祷告，请你对孙牧师来祈祷。这个祷告是针对主耶稣，这个祈祷是要针对主耶稣来祈祷。请我们所有的会众一起起立，请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做起立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求你赦免我过去的过失和错误，求你赦免我过去的过失和错误，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用你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我相信你复活，我相信你复活，我相信你升天，我相信你升天，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因为圣经上应许着，因为圣经上应许着，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心里相信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救。
所以从现在起我得救了。所以从现在起我得救了。我将有永恒的生命。我将有永恒的生命。我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我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我有上帝儿女的权柄。我有上帝儿女的权柄。现在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撒旦魔鬼退去。撒旦魔鬼退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邪灵退去。邪灵退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切的试探和引诱退去。一切的试探和引诱退去。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每当我为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每当我为你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使我全家得救。使我全家得救。使我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使我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使我的同胞都能得救。使我的同胞都能得救。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要为你自己的家庭，为你的婚姻来祷告，接着我们要为着你的家庭婚姻来祈祷，也为你的亲戚朋友祷告，也为着你的亲人朋友来祈祷。如果你的身体有病痛，如果你的身体有病痛的人，按你的手在你生病的地方，将你的手放在你身体病痛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被给受伤我们得到医治。若是主肯，他会医治我们。如果主若肯，医就会医治我们。也为从下礼拜开始，也为着对后礼拜开始，11月1号、2号、3号在花莲田径场的布道会祷告。11月7日、7日、7日、3日在花莲的体育场在那个所在祈祷。也为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到中台湾来办布道会来祷告。也为着以后我们能够一拜在这个所在故乡布道会来祈祷。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来祷告。我们这位同心出声来祈祷。主耶稣，我们特地为这些来到台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求你让他们绝志以后，一次绝志永远得救。主啊，求你将他们的名字放在天上生命册上。主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主啊，求你保守。主啊，他们的生活上有困难，求你打开天上窗户，倾覆下来。主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有困难有问题的，主，求你跟他们一起回家，解决他们的生活的困难，做他们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有生病的，有身体软弱的，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无论是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身体，他的心窟，他的心脏，他的肺，他的肝，他的任何的问题，主，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求你医治他们，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医治他们身体的创伤。主啊，就祈求你带领他们。我们也为11月1号、2号、3号在花莲的田径场布道会，主，求你幕后荣耀大过先前荣耀，许多人归到你。主啊，我们也特地为中部地区来祷告，主，有一天我们才能够回来举办布道大会。主，这些都交到你圣手中，求你亲自的成就。感谢主，阿罗主。主啊，感谢你，我赞美你。感谢主，阿罗主。感谢主，阿罗主。主啊，感谢主，阿罗主。感谢主，阿罗主。我们请吴牧师带领我们祷告。你最好让请吴牧师来给咱祝福祈祷。亲爱的主，我的天父爸爸上帝，我看见你家己彰显伫这个中华中区一地中台湾的所在。三日久，上帝你有赐福伫我的顶面。主，我即时为着我身躯有欠安，换手伫我的心上时，助力家己的信心伫我中间来做工，医治我。我们有用的身躯，不是要高估我们家己。我们用的身躯，是要为着主你搁最好的精进来引带一人归向你。主，我特别要将我所敬听的孙牧大成牧师交代在你的手中。虽然在这个所在完成三日的工作，从是你要来11月一，也要到在花莲的所在。主，愿你也继续用伊，
你的信心的开了，伫伊的心上来动工，帮助伊伫遐去做较好的工，引出伫东部，阮济济同胞因来当地的救。主你若怜悯阮，阮恳求上帝，阮伫中部这个所在，有搁较侪好的聚会，伫上帝你的面前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愿你听阮的祈祷，祝福伫阮的顶面人，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唱两次，用心灵来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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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各个教会都属于你，主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属于你，主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婚姻祷告，主求你医治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还能够回来办布道会，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俄罗主。感谢主，俄罗主，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权柄归给坐宝座的主耶稣基督，慈爱的天父，圣灵保惠师，感谢主，我落住。